你醒了，感觉好点了没？阿芳，喝水，喝水。咋个了？哪里不对劲？阿芳的，啥子嘛？我奶奶，你奶奶死了？什么？你醒了？好帅的帅哥啊！等等等等等等，刘行梦，你没事吧？你叫我啥？刘行梦，我去帮你叫医生吧。你要干什么？刘行梦，醒过来！你奶奶死了呀！什么我？把老子脸还给我！你是谁？说，还给我，快点！把我的脸还给我！墨子，奶奶，怎么了吗？哎呦，你来搞哈斯克。医生，帮我看着孩子。刘秀英，61岁，你拿错卡了吧？你别管卡，你就看我脑子有没有问题啊。脑 CT 都做过一遍了，轻微脑震荡，没什么事。我们是做过脑 CT 了，能不能做个全身 CT 啊？哎，没必要，你们呐就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不要大惊小怪。不是医生，是这样，我们两个得了一种怪病。啥病？
我们两个跑魂了。跑啥子？跑魂了，就是他的跑到我身上，我的跑到他身上，他变成了我，我变成了他。原来我是他，他是我，现在变成了他是我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到底哪个是哪个？我是你吗？是，对呀，对吗？对吗？是吗？就是你们别吵了，我看你们是真有病。下一位，别，医生，你再给我们看一下，你再给我们看一下，看啥子医生嘛？你，张医生，小姑娘，我看病。小姑娘，你是啥子病？我要搞艺术，他们说我有病，快给我看看。的确是，怎么办？可以搞艺术啊？张医生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哎呀！你干啥子？帮帮我！出事！出事！把他们全拖出去！医生，张医生，我来，不是，别，我来也是那个。哎，快点，拖出去！也是那个，哎，我借一下。你当时啊，这个车就这样子往前开，然后你走过去了。你，哦，对，我就走过去了。对，他就走过去了。我一看，我不能让我孙女被车撞了，然后我哐，我就抱住了他，我们两个一下子摔到了地上。当时那个雨啊是哗哗哗，那个闪电是唰唰唰，我们两个咔咔咔，然后就换了，就互换了。是的，保安，他是我是他。快叫保安！然后快叫保安呢！啊，快！不好意思，我救援的不易，等等我。医生，我们一起搞艺术吧。哎，刘俊英，快出去！跑什么？被他们伤了，要拿去做实验。这边，哎，小帅哥，刘启梦，不，这是我领导陈凯，你们认识啊？小帅哥认识啊，人家帮我们缴费呢。啊，好了，他们在那儿，是他们吧？快，站住！妹妹，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哎，你的缴费单。走楼梯。快！别让他们跑了。活了大半辈子，遇到这种事情，完了，我的工作丢了，人都要挂了，还管个屁的工作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工作对我很重要。你那个破工作给的钱又少，干的活又多，还让人欺负，你干个锤子嘛！我养你，我就是饿死也不要你养。不是你是不是有点，算球，不晓得明天还能不能活，懒得管你。你最好不要管我，你想把我的身体还给我？你喊什么？嗯，你还动手？你也把我身体还给我呀，我还有活要干呢。哎，莫吵了，莫吵了，生死以外无大事，殡葬一条龙，20000全包。滚！秋姨，阿芳，你终于……哎呀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叫你啊！我东西都准备好了，时辰到了啊！哎呀，徐老师的葬礼就是热闹啊！来，我来端。秀英，你怎么又接这种活呢？你懂啥？这是送别的最高礼节。有钱拿，吓人！你待一会儿，我去看看那个麻将去。哎呦，没事。奶奶！哎呀，刘秀英，你咋个还在这里啊？哎呀，快点上台啦！上台！哎呦，真是你今天咋个了嘛？走，你在上面好好跳。我去下面好好哭，拿刀，要快快给拿刀啊！啊！李老先生啊，你咋个就走了？秀英，快开酒啊！马上没酒了，快点！啊！快开酒啊！快点！而你孝顺呢？买的都是好酒啊！这么多人，快点！
雪莹，你不是说带着孟娃子不吉利吗？你带着他干什么？葬礼搞砸了，工钱也泡汤了。不对，不对，刘秀英，你不对。阿峰，你看出来了？你闭嘴！大人说话，小孩差什么嘴？啊，好好看看，你们两股，你们两股死。啊！你们两股死。中书了，是中什么书？你中书了？可以中书，可以中书。中什么书？在这中书？中书了。哎呦，我就说嘛，回去让洋洋给你们扎几针就好了。兔崽子，又崩了老师一颗牙。一把年纪了，非要学人家跳什么大神。现在好了，满意了？江三子。就是你说啥呢？老子不赚点官司本钱，指望你给养老送终啊？莫子，咋跟你奶奶讲话嘞？老徐头的葬礼都被你搞砸了，真是的。秀英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将来有个好歹，你这个不中用的孙女，哎呀呀，孟娃子，我没有说你不中用，我是说万一啊啊，这是，上车上车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上车了，走了，坐好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这个破车！小陈领导，真是有缘啊！不要过去，不要说话，说了会被人家发现的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三回一起走，四回成家，我怕个锤子。刘启茂，小陈领导，这是你的缴费单。你住院的事情，我已经跟孙总监说过了。小陈领导，你人真好，你真是个好同志啊！哎呀，人真好。哎，你是孟娃子领导啊？哎，那你上我们一段呗。不行的，不顺路的，我们坐公交车。哎呀，走，我们穿成这个鬼样子，坐啥子公交车嘛？地球反正是圆的嘛，咋走咋顺似的。走了，走了，不行，不行的，不行，上车，哥，上去。洋洋啊，一会儿给你秀英奶奶扎几针哦。还有哦，你记得把我的三轮车拖回去。好了哦，定位发过了，发过了，发过了。真是祸不单行，怕什么拦什么。领导，领导，那个医药费我给你转过去啊。过来，这啥子？领导，我们真的有缘分啊！你看，跟观音菩萨一样的，就是啊、而且还帮我们交费，人真好。哦，干嘛？我爷爷在那个医院，顺便的事儿，你别多想了。哎呀，小伙子人真好啊，打着灯笼都难找的。哎，有没有对象啊？婆婆帮你介绍一个。不用了，婆婆。你看看，小伙子还害羞了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害啥子羞嘛？哎，明明是老子第一眼相中的孙女婿，谁也抢不走，晓不晓得？领导，你看啊，不吃窝边草的兔子不是好兔子。你跟孟娃子现在是一个公司的，以后也可以成为。他中暑了，做啥子嘛？我说他们以后也成为一人。你给我闭嘴！看来回去真的是要扎针了。就是。
什么？哎呀！啊！我就是想适应适应你的身体，你这骨头，哎呦，梆硬。刘雪英，你不要这样，不通知我，就随意的消耗、折腾我的身体。你看看你这个身体，干心似的，有几斤肉啊？啊！风一吹就跑，一点都经不起折腾。奶奶。你能不能穿一点，稍微穿一点小内内在里边？你这我怎么见人呢？切！你挂这个东西干什么？有必要吗？你穿的是个什么东西？老子不要脸的，还穿了个短裤。你以后老了之后膝盖要做病的，你晓不晓得？去给我换了！你不穿，我就不换。很可爱，是不是？我喜欢，你喜欢，我也很喜欢，你这个破身体我也很喜欢，我就不穿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，以后我们就这样，你想穿什么你就穿什么，我想穿什么我就穿什么。悟空，你告诉我，要是换不回来，我该怎么？